70年代末 ,1979 年越南仗着有苏联撑腰自己军力强大，那个时候越南有美国法国遗留的武器，中国苏联支援的武器，加上军队打了30年仗，战力强悍，想称霸东南亚，甚至还惹上了中国，结果被咱们给狠狠锤了一顿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对越自卫还击战。不过这场仗有些奇怪的是，双方基本没动用空军，越南飞机出动的很少，我国的飞机主要是承担巡逻和警戒任务，咱们主要是不希望扩大战事规模。越南为什么不大规模出动空军呢？要知道当时经过越战锤炼的越南空军还是很有战斗力的。首先是越南空军是咱们的学生，他们面对咱们心里虚啊。还有越南也知道自己一旦出动空军，中国的空军也会上场，这无论如何越南人不想看到，他们知道这是招四。当时中国空军虽然技术水平不高，但收拾收拾越南那还是小菜一碟。第三就是中国的防空部队早已经严阵以待了，我国的防空部队可是很厉害的，越南本来就穷，自然不希望自己宝贵的飞机再被报销，所以越南除了出动了极少数飞机在远离边疆的地方偶尔投些炸弹，基本不敢动它。第四是越南自己心虚，他们知道自己招惹中国肯定不会有好下场，所以希望中国这一波次战争能轻一些，那他们自己也准备克制些，所以空军就没有大规模出动。咱们中国空军看越南飞机没飞，咱们也就没出动空军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